爸爸已经离去失踪好几天了。是爸爸回来了吗？不对，爸爸已经离去失踪好几天了，这包裹有问题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爸爸在我手上，按照纸条提示，战胜你的2500万私房钱过来，不然就死掉。火腿肠都没了，难道去小卖店去买？老板，前几天我爸爸有来过吗？来过呀，他买了不少好东西呢。买了什么？火腿肠？不是，他买了一袋彩虹糖，买了一袋麻花，还买了个胶带。彩虹糖、麻花、透明胶带，是彩虹花园。对了，你爸告诉我他下个月过生日。爸爸不是下个月生日啊，难道是暗示房号？我明白了。这你就神叨的干啥？死掉吧，爸比！你咋知道是我？特地是你自己假扮的，小卖店也是你安排的，地址是你朋友家，我曾听你提过。而且就算是真绑架，绑匪怎么知道我的私房钱有2500块？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自己绑架了你自己。算了。